刚给我一下，来，特别送给他一下，送给他那个平安的辐射卡。对，这个是防止眼睛蓝斑病变的。对，是保护这个眼睛哦。家是 AI 的世界，要小心哈。你怎么称呼？名字呢？容易哈，祝福你，也希望你您祝福我们。你说阿弥陀佛，谢谢。可以，阿弥陀佛。我们行脚台湾呐，行到啊，祝福台湾哈，世界和平。嘿，阿弥陀佛。谢谢。因为我们时间上可以哈，时间上刚好可以。谢谢，很棒哈，我们这个国勇，对，妈妈就好气耶，妈妈哈就赞耶，是一个很好的妈妈，你应该就是那个谢先生哈，哦，是，这里小朋友啊，你很棒，啊你哦，哇，赞，啊你一定要念佛喽，嘿，你念阿弥陀佛，哇，这个很棒，这个太棒了，对，那个是阿弥陀佛，哈，啊这个给直接带起来。带给他平安的，对啊，那个马上帮他拆开，跟他带起来，这里帮他带起来，来帮他带起来，先带上，帮他带起来，帮他带佛号起来，对，很好，对，这是很难得的、哦、阿弥陀佛，对，啊，你带起来，对，那特别给你的，对啊，这个功德我们就回向给妈妈哈，那哎是。你大声的讲你的名字，谢永义。你看，再讲一遍，谢永义。我们将这个每天呢、啊，你就静下来念十念，阿、啊、妈妈就可以得到了。念一次阿弥陀佛就赚81功德哈。对，可以放在灵位的妈妈。十工念了哈。嘿，对，安尼有赞哦。啊，有时间哈、哦，再来等下咱来冥逢西哈。好，祝福你。嘿，好，好，可以哈、哦，谢谢。你拿着，你拿着，你拿着一下，帮你们家里做记录。好，可以，这是我们永义哈，我们谢妈妈，你看我们的肉体坏掉而已，灵魂没戏啦，阿弥陀佛，好，祝福你哦，啊，这量子力学呢，佛法就印证的，祝福你们，阿弥陀佛，永义，可以，你祝福他们，今天你拍他们，我帮你，我拍你。对。哎。